大家好，欢迎回到玩家的直播台。先为你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AKB48 请 TB 的一秒一秒约好。现在为你播放的是 AKB48 请 TB 黄一家的初选拔歌曲，也是唯一一个选拔的歌曲，一秒一秒约好。我们最爱说，就是真的只有这样，只有我们两个才会开这种地狱玩笑，太地狱了。真的是没有人敢讲，真的没有人敢讲，因为昨天练习的时候，昨天练习对，就是有个休息时间，然后就是用林忆云的手机播歌。然后他想说播什么播什么，然后我们就说一秒一秒约好，好想要听一秒一秒约好之类的。他们都说听你，他说听你，他说这王一家初选拔，也是王一家唯一一个选拔，这是王一家唯一一次选拔，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啊，多好啊这首歌。就是没有其他人敢讲，那是后开玩笑。对，小阿光的红玫瑰 ，biu biu biu。哎、欸，我们说，我们今天是那个，先是 ASMR 吃播台，因为呢，大家不知道大家吃饱了吗？我是还没，我还在吃。那我们今天很晚吃，谢谢秋日红的闪光星星，而且我们今天买了火锅。来吃，让火锅到家，给大家看。没有啊，他没有。我要吃羊肉锅，他就叫羊肉锅。他的锅底好像不能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锅。Hello， 大家晚安。嘿嘿，哦，救邱平安！我听起来好可爱哦，救命啊！我们现在是很像一群没有看过泡泡的小孩。可是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多泡泡吧？也是啊。就是没事不会玩。我很喜欢这个景哎。太阳超大。你在上面还是下面？哎、欸，上，嗯，下面。下面它有下面吗？就是那个楼梯，你是楼梯的还是？对，我是楼梯。我是楼梯的。哎、欸，在那里？他们上面阳台才可怕，就是直晒眼睛。在这里，这里也超直晒的啊！我没事，你看我，你带我在，你在后面，我在你在阴影处。给米索的幸运四叶草跟一封信，谢谢。而且因为那个建筑物是白色的，然后它就会反过，对，然后就会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看哪边，那就觉得哇，然后还是要漂漂亮亮。是蛮久的、啊，要一年了。这是8月26号拍的，还是8月27？8月27，差不多啊，差一天。因为就是有一种，就最近在回想16个人长得有点惊奇。因为最近都一直跳五人，哎、欸，六人版，就是笑场。六人、四人，嗯哼，三人、四人。8人、10人，我没有排三人的位置。有啊，有三人，有人去过三人，但怎么没有人排一人哦？有，其实有 solo。
有吗？有吗？你看刘晓琪的教学里面。哎，一个人可以跳吧？其实很多翻跳也是一个人。可以啊，就是要唱比较辛苦一点。一个人可以跳，但是不能唱，你会累死。因为会跌到啊。对。这是小阿公的红玫瑰。可是还好，红玫瑰。啊？好像可以哦。你要试试看吗？现场。看你表演。没有，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唱，唱吧。啊，我刚吃饱，然后再给我两个。我刚刚吃了一口东西，给我。这我还没下去，就是。呜、怎么办？有观众，好，没关系，欢迎我们的观众。没有，就是不是跳问题，跳当然是可以跳，重点是可不可以从头唱到尾？我觉得从头唱到尾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Hello， 欢迎。当然是可以从头跳到尾的。妮妮吗？你要跟我一起挑战。妮妮，这也是你的。你还记得十六人的一秒一秒？这是我们两个回忆次的什么？你要试着跳一人 solo 版本吗？从头唱到尾巴。进来就强迫，强制。他每次都是回来的时候被我们抓到。对对对，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来我们都在直播。直播然后就会莫名其妙被我们抓过来。准备好了吗？不走队形的，一人 solo。你会跳其他人的吗？其他人对，尽量跳完这样可以，都可以试试。虽然其实也没干嘛，因为糖果我也不能干嘛。你准备好了吗？对。好，等一下，来个 overture。王一加版本。Are you ready? Thank you. 希望不会破音。好惨，好惨。吹一个泡泡，把自己打包。我把麦克风对向旁，没关系。
就快要撑不住气，越是焦急越甜蜜，越不思议，一遍遍珍惜相遇，直到某天终于一如往昔，吹一颗泡泡把想念打包，熟悉的风提醒回忆多难忘美妙，暧昧的心跳我们慢慢聊，一秒一秒越好，一秒一秒把泪也一秒一秒抓牢，就是我知道，因为后面那两句我基本上没唱过，因为我们都没唱，一二三四，而且长版基本上不会唱，出去会啦，好热，但不是我们的，对，不是，就是从来没有唱过那两个 part。我刚刚正想说想，可以耶，而且还好，还好，这首歌真的还行。那如果比较难吧，如果从头唱跳到尾，如果连自己 part 都有问题了吧？谢谢小刚刚 rapper 跟万茜的掌声鼓励，入门。连抬起脚都有问题了，太久没练。居然有猪血糕，我讨厌。给我，你要吃吗？你要吃吗？我超饱我今天早上吃了三个东西。给我。为什么会有吃三个？一个早上吃了星巴克的可颂，星星乐跟，星冰乐，石康。然后刚又吃了。早上好。还好。你也想吃？有感觉，有啊有啊。绝。啊，张雪，怎么了？张雨怎么了？雪，云姐，他走了。为什么我把猪血糕丢下去之后他就不见了？我从此就捞不到他了。什么意思？猪血糕是不是出现了。还好。我走了，回房了。因为没争。以为没什么大不了，重新将白白说的流畅。不是，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是？因为怎样都说得了，睡得着啊？说得了，说得了，睡不着，受得了，受得了。什么没数羊睡不着之类的？这个真的是从来没唱过的 part， 这个 part 跟。什么早已不属羊睡不着，那被撩的拥抱这次不属你靠，一秒一秒抓牢，舍不得面对你，只能努力拼凑曾经。最近下场我都是这个一路珍惜，这里我就从来没唱过，这是一二号吧。对，这一二号，这首真的是八啦，八人唱八感觉要消失了。一路珍惜，珍惜着的表情，珍惜着的表情，总有一天一地，不必何须，不必何须。唱久之后就觉得，这歌没有想象中的，没有想象中什么那么高。唱习惯吧。刚一开始在唱这首真的是很高，每次都觉得很高，我可能会吃一整个直播在还没吃完。火锅不是这样的，一直吃火锅，对不起，我很疼。感觉现在他在房间。他刚刚有出来一下吧。他有在我听到吗？就是我喝到一半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杯。这一杯呢，就是昨天李佳丽就突然问我说：“你喜欢喝？没有，他快喝完了。你喜欢喝豆浆红茶吗？”然后我说：“可以啊，怎么了？”然后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我刚才好有被洗。一家的班。他说什么？什么？他订错了之类的。是吗？送错了。
然后他都全部都送成豆浆红茶。啊，很超大杯。对，超大。那我大我的脸，这样。我觉得要看上面直径。他有写吗？上面那个贴膜的直径，超大。超大，它是特大杯，然后在我已经，我今天是喝的第二天，然后我可能还会再喝第三天，就是喝不完，太大杯，真的很大杯，而且它很多欸，它送了很多人，因为就是好像全部都送豆浆红茶，不知道，送错了，太苦了吧，快坏吧，放冰箱就不会坏吧，是吗？嗯，对啊，放冰箱，放冰箱，但是不小心今天出门忘记放冰箱，所以就坏了。所以就坏掉了。最近都很热，今天还打雷，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又没下雨。对，刘雅琴很奇怪，刘雅琴每次出门就不会下雨。今天我都不带。然后如果有下雨的话，就是有人在他旁边，然后那个人会带伞，例如我。哦。对。可是那雨也很小哎。是吗？就是我会避过了那个最大雨的时候。还是因为你都选择不没下雨的时候才出门，可是我出门时间是固定的、啊。嗯，有道理。不是因为不是就是出哎、欸，今天两点出门去逛街，不是这样，就是感觉是什么？今天七点要到，所以早就是那个时间出门这样。嗯，然后就都不会下雨，超怪的。今天也是啊，超大。对啊，然后六号前要出门的时候就没下雨。对啊，然后一整个都沒下雨。那你回来有下吗？没有啊，那么酷。我都没有带伞。那你回来的时候有下雨？我今天整天都在外面，然后刚刚回来的时候没下雨。对啊，现在就没有下了。很棒哎、欸，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可以听到打雷声。嗯。超突然想超大。超大的、欸。真的超大，最近都很大。喜欢那个。真的是很厉害，对。周小晴只要一打雷就会去窗边，啊打雷这样。喜欢。打雷打雷打雷。皮卡丘。哒哒哒。喜欢不特。闪电是那个闪电鸟。闪电。叫什么？傻子灭海。嗯。那我会吐槽。皮卡丘，那是闪电。没事，我自己在家里唱。谢谢你的凉风。吹过，真吹过。我们来听《勇往直前》。哎，我们最近在讲，没有，就我跟刘晓晴。我在跟他讨论，因为夏的演唱会。对，我们在讨论说有什么歌是。你为什么要抢我的话？我要抢。好啊，你说好，没关系，没关系。这不是我直播间，你说一句，你说没关系，没关系。那我说了。好啊，你说，你说，你说。那我说，哎、啊，你，你说啊，你说，好好好，我说，再高，还是你说，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要说什么，还是请高云爵说，就是呢，我们在讲说，就是我们 TP 有哪一首歌是清唱的时候，然后会想哭的？不是，我说我们明明就是几年之后，哦，我们在讲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再过几年之后，然后有什么？歌我们清唱之后会想哭，不是一样吗？啊，就是清唱想哭的歌，没错。就是对 ，OK 啊，你说啊，你说我们要离开，重点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不是就是时间久了，然后、哦、现在也可以啊，现在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现在也时间久了嘛，四年了嘛，对啊，三年嘛，对啊，两年半啦，哦，两年半，快了啦，快了啦，快点啦，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啦，四年了，快了，再三个月，快了。然后对，我们就在想说，我没有那首歌是清唱会想哭的。然后拼图还好哎、欸，其实是你一直在提拼图，但是还好啊。对啊，我觉得拼图不会哭。我觉得，然后后来就觉得是勇往直前。我啦，我自己觉得是勇，他觉得勇，你觉得勇往直前？我说梦之路啊。对，他说梦之路。我说勇往直梦之路真的会想哭哎，而且因为梦之路是唯一一首大家的歌吗？是吧？对，没了吧？没其他歌，暂时暂时没有。
以后可能会有。对。对啊，因为梦之路是，但是也没有发行，好难过。对啊，为什么？可以发个数位单曲吧。好像有点大声。没有说，对，因为梦之路也是大唯一一首大家一起的歌。没有，我觉得歌词很棒。对，就是很正向啊，很励志，然后就很想哭。攀登往高山的道路，别停住。什么又不是只有一条？高山的道路别停住，又不是。哎，是什么？别停住，又不是一条能够征服。学着一步一步一决胜负。就很棒啊，就是勇往直前，如果慢反然后大家一起清唱就会很想哭哦，跟你们说，尤其是后面就会很想哭哦，小心哦。会不会放0.5倍会不会想哭呢？瞬间只剩风依然还轻轻的吹。0.75。梦之路在不录下就不在，那应该是来不及了。他还是来不及了呢。没有说发行，再不发的话。嗯哼。走的夜里，像孩子胡言乱语，站上就见闹脾气。对啊，很棒哎。这两天的事情简直就历历在目。都拍 MV 哦，我也是，而且那个时候超可怕，虽然不是疫情，现在是疫情，但是那时候就是那个流感。哦，对对对，记得吗？上宿舍很恐怖。没有，那是回来。回来吗？对，对啊，之前所以小迪不在，然后雨晴、丽娜、诗雨，小迪、雨晴跟诗雨好可怕、哦，都是宿舍。然后我那天也发烧。回来的时候，但后来没事。嗯。改成慢板会是谁业务范围？够不老师。还有小泡芙时间。要讲多久？二级生没。对，二级生你要。传下去吗？下去，然后等下以后二级就可以传给三级，然后三级再传给四级。就说勇往直前有什么趣事的时候，然后虽然我没参加，但是我听说小胖虎事件，就是我们在阿里山的便利商店，然后买了刘晓晴买了两包小胖虎，然后一包是香草的，一包是原味，一包是巧克力。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巧克力不见了。他就问说是谁吃了，因为我很想要在车上的时候吃，就回程的车上的时候吃。他说是谁吃了，然后没有人回我，他说大家都说不知道。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在公司的时候，他们刚好聊到这个小泡芙，我说所以那个小泡芙是谁吃的？他说那一天Momo跟阿姨、李梦纯跟刘宇杰他们问，没有阿姨，就好像是Momo问我说可不可以吃，但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吗？有阿皮吗？没有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然后问的那个好像是雨林还是什么，反正他们三个，因为我们跟上他们三个同窗，然后他就问说，就是可以吃，要不要吃啊？可以吃巧克力的吗？然后我好像没有醒来，但是我回了他们，还是可以，然后所以他们就吃了，然后我说。然后我就很惊讶，就是为什么，首先为什么我会突然回了他们，然后二我怎么没有人跟我讲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我问很久，问很久，然后我很难过，因为我真的很想吃，对。然后后来他们说，我以为你讲的是你又买了一包新的巧克力，我说怎么可能，我们不是一起去买吗？然后我就记很久，记到现在。对，家长没事情的时候回家，对，小孩子很
记这种事情。但会你还是天蝎座吧？对啊，会。但是我那天说有没有？因为我最近在星座，就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个星座的。对对对。然后我就问王一佳说，因为天蝎座不是爱记仇，然后说你有什么就是真的有记着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什么都可以吗？就那种很小的也可以吧。我觉得我记得都是那种谁没有还钱，就是我关于谁没有还钱会记得很清楚。对啊，哎，这个金牛座吧。我还忘记金。我会记得我欠谁钱。学一个方法把自己打开。就是我也会记得我没有还谁钱，或者是谁没还我钱，对啊。我就会记得要给别人钱。那你要不要还一下？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是肉熟，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然后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欠你20块。我会记得自己欠了别人的钱，然后因为我会很想还。嗯，我也是，我也是。但我会忘记别人欠我钱。哦，那蛮好的、啊。那我以后对啊，不太好，不太好吧。以后外送费都给你付。但我很多小事会记，就是好的坏的会记。嗯，对。写科技语的闪光星星，然后讲话也变慢。闪光星，然后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我就说，可是这就是因为他说好事坏事都会记得的话，不是记，就对，就是记忆力好吧，纯粹。纯粹是记忆力好吧？记忆力没有，是吗？是。但我记，对啊，但我记事，就是事情。事件。对。小泡芙事件。对对。是小泡芙事件会记得。那你记得有一次我跟你去拿还是买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下一个脏话20岁的时候。20？你说我在厕所的时候？那个是你20岁的时候。哦。就是。我20岁有一次没有特别的日子，然后我们楼下去买东西，然后跑超快，然后在那个楼下的那个转角处，然后等你们，然后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厕所事件。那个真的，你说哪个厕所吗？不是下面下面是吗？我忘记了，厕所那个是有预谋吗？啊，我不知道啊。对，没有没有，其实也没有，就是一直兴起厕所事件。你看你记得多，这个就是这就是记仇吗？你是唯一的仇。在刘晓晴在我生日的时候吓了你两次，对，他在我进厕所的时候在外面吓我，这就是我记的仇。今天想要跟闪光星星握手，第一句话是你好吧 ，Hello 之类的，哎 ，Miso 之类的，对啊，怎么样，是吧？一秒一秒约抓牢，那我蛮喜欢。那个，哎、欸，我们还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欸，我们最近谈了好多事情，我们还说，因为我们在放假，我们就都没有，我说练习的时候，哦、你们说一秒秒约好，很适合拍音乐剧，是吧？你没有跟我讲啊？啊，是我吧？嗯、啊，不是，是还是什么舞台剧？就是小鸟啊，啾啾啾，没有吧？放了什么？不是跟我吧，你是跟其他人吧？不是跟你跟陈思雅吗？哦，有，对吗？是你，这而且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吗？这是昨天的事情哦，是昨天的事情吧？今天礼拜几？礼拜一，对啊。不是，我们是我记得有讲这个鸟的东西，还是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但是话题不一样。对对，可能会错意。不然，那你是讲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有讲到鸟，就是糖果屋什么。对啊，没有，我记得我们是说，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一秒秒约好最前面是糖果屋，然后很适合做音乐剧什么的。之类的。对，有讲。舞台剧。然后陈思雅就在昨天就啾啾，我觉得蛮好的。可不可以毕业演唱会就这样？我刚想，没有，我们不是就是在就是说，對，我为他提议。对对对，应该是不可能，大家听听就好，真的是不太可能。我刚刚想象陈思雅，就是他不是当年那个玩鸟嘛，然后但是我想象他穿火鸡腿那个大衣，为什么？为什么？
对，歌词情景曲就是前面就有一个糖果，然后陈思雅说鸟儿来在窗台啾啾啾，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呜呼小鸟这样子。对，你要买什么？没有仙草。他有没有仙草的吗？就不是他。好、对，下一个月基本上不是不可能，这除了逼死，逼死谁？逼死老师吧。这逼死的不是我们，是老师全部的工作人员。对对对，工作人员还要帮忙搞，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啊。家伙来演啦、特别剧场。不要不要不要，往下往下。开个玩笑。但好好能想象这种童话故事的糖果物感。哪一首 ？HKT 新歌。哒哒哒哒哒哒。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好。我刚刚一直这样，他说。就有一种棒棒的感觉。棒棒。一家吧。好受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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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看 Hello， 是不是有中 Hello？ 对，手直接打结。别跟我找加长，为那个音乐剧吗？为了音乐剧加长，好像还不错啊。究竟我这一碗会吃多久？哎、欸，但是我真的觉得可以搞一个清唱哎、欸。不要吗？不要吗？不会吧？没有，那我觉得大家一起合唱就没事、欸。哦，你就会哭是不是？我觉得合唱就没事啊。那就我想去，然后大家一起看戏，然后是那种。我想要那种自然而然，然后大家一起唱起来吗？整场都音乐剧，太难了吧？那不如就办音乐剧，那就不是演唱会，那不如开一个音乐剧。是。我剩了，很多豆腐。对啊，我就觉得粉丝也会跟着唱，就会很感动啊。因为我们还没有那种，我们还没有那种歌是，就是大家会跟着一起唱的歌，就是因为现在都是打 call。对啊，我就觉得感觉可以有一首歌是粉丝可以一起唱，就是大家不要再打 call， 就那首歌大家不打 call， 然后大家跟着一起合唱，感觉会很感动。粉丝一起唱不会好，不会啊，不会很感人吧？不会、啊，感觉就会大家一起哭。你们出了声音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种震撼的。对啊，比你们想象中更加有力量。这就是话，就是真假。有人说，有人说英祖有一场 mini concert 最后结尾有全场一起唱，是哦。记得吗？记得吗？我记得。而且哪一首？我记得除了那个之外，就是我记得就是海边上，那个玛利亚口也是，就是很那个，就是很听到大家声音的时候，而且很久没有，也没有了，也还好，还记得。我想说好像很久没有听到大家的声音，但好像也还好。不是才握手会哦，你说打 call。夕阳有办法吗？夕阳可以啊，我觉得重点就是大家把歌词背一下就可以，但也可以拿那个啊，拿歌词起来看，没有，但这样蛮煞风景的。对啊，背上的口很棒，我是那一场的。还有什么？周六场。咕。进场发歌词，但是这样的话要先讲好，就是要唱哪一首。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大合唱陈诗雅的毕业歌啊，大家根本不知道歌词。他们可以那个，你们粉丝们可以自己组织。加油。哒哒哒哒哒。默写，大家先提早一个小时，然后在场外开始默写，默写完成才可以进场，会不会太难？心向梦之中，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提议很棒。我觉得很棒，我很想听大家唱。就中，但大家一定就是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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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他就讲中中中中。哎、欸，我蛮想听大家打这个扣哎、欸，下次要不要大家试一下？大家就唱我唱副歌，然后大家。绝望的你就像不见底的浪，什么还得一闪耀。Say no！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啊，我会被影响，救命！五六七，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然后我就开始唱。然后这成员开始冲冲，好爱哦！你家是助长二阶，冲冲冲！对，但我们好像不会放歌词。我说我们的投影幕好像不会放，哎，我不知道哎，会吗？不知道，不知道。三周年是没有了。拿出信心向前冲！我们的场地不一样，我们这是在 Zep New 台北。啊冲冲冲！哎、欸，是什么时候开始购票啊？二十九，好像是二十九，是吗？二十九，大家是吗？祝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地方，没错。对啊，高一场地好兴奋哦！哇酷哇酷！二十九，大家说二十九，相信大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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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冲冲冲冲，蛮想要搬家，搬家大家一起唱怎么样？即将搬走，新的住所，那天抽空约好到那玩一波，怎样说不退习惯你不在身边，还是大家一起唱？可不可以做你的女友？可以做你的女友吗？大家一起，我不可以。叫他们粉丝开一个粉丝公演，叫他们穿那个自己做的肚子拼图一起比较简单，是吗？拼图歌词超难，你确定拼图有比较简单吗？我跟你说，真的是搬家比较简单。对啊，拼图很难唱，很难哦。你没有试过唱吗？搬家比拼图简单一百倍。你的调，你的调要。还有那个歌词也很难背哦，三段歌词都不一样哦。不能看哦。不能看哦。要默写。拼图 Forty 三段歌词不一样哦。从头到尾的歌词都不一样哦，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机会顺序也不一样，机会顺序也超难的。哪一个还没说？哪首歌有啦啦啦的？我们有啦啦啦的歌吗？啊，不是不是，林老板有啦啦啦。好想见到你，对不起。哦，好想见到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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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可是这首歌也很高，但相对简单。谢刘建谷的闪光星星。成员共愤，没错，成还好吧，对吧、啊？米总说可以就可以啊，大家讲、啊，大家肯定可以，加油，肯定可以啦，对啊，你们都这样讲了，那对、啊、可以啊，你们可以，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嘛。只、啊、是只、就是对啊，我对我们来说可能哦有一点点啦，就是也没有说很多，对，一点点，但大家可以，完全可以，那就可以啦，就可以啊，你们那有什么难的、啊？我们也不应该唱衰他们，因为他们就可以嘛。对啊，他们肯定是试过之后再跟我们说的，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对粉丝那么没有信心？怎么会怀疑他们？对啊，他们肯定没有强多了，对啊。我们真的是不应该怀疑粉丝、啊，真的。对不起，我真的觉得错了。我们以后讲什么事、讲什么话都应该要先谨慎一点，对不起，对，要先思考过再讲出口，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讨厌。对，希望大家对原谅我们 ，forgive me。对。因为是我们的能力比较不足，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哎，拼图 first 有点困难。对对对，我们不应该对大家对大家对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相信大家的能力一定可以做到。
那就希望下一次的，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录一个影片传给我们tag 一下王一家刘小晴，没错，那就期待一下，听一下你们的拼图 4K， 我猜大家应该都很厉害，很期待大家。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清唱的大合唱，不管唱的好不好听都会很感人，就是有那种合唱的共鸣在，什么都可以。 对， 對，手里捞捞，呜呜呜哇哇吼吼哇呜，哎，对啊，呜吼呜吼吼，就是有这种撞声词的歌啊，大家应该比较好背吧？对，呜吼的歌词真的是算蛮好背的。来一场 TTP Festival， 哎，好难过的庆典。掀起狂欢的漩涡。音乐多逍遥，我们声嘶力竭，不疯不休，非旋律摇摆放松，越跳越畅快失控，要汗水淋漓，每根发尾都是痛。下场 Rise 粉丝要全专辑默写60分才能进场，好哎、欸，记得吗？舞台上早习以为常，绚烂洒下蒸亮的错等等等等，还没办法我就喜欢一个头，你还听想听哪首歌呢？麦西卡姆卡呢？哭了吧，哭了，直接大爆哭特哭。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不在说哪首歌经常会哭，然后 我自己是觉得樱花瓣不会哭，因为樱花瓣就会、没有，我觉得是歌词的问题，就是太密了，然后就会一直在记歌词，会放不进那个情感。就是通常那种会哭的歌，就是你的脑袋是已经放松的，那就是不用再去管歌词的东西，然后樱花瓣就三年过后，你的勤劳的时候，那就是这双吧。快嘴哥，365哦。可是我觉得樱花瓣第二段我会感动。第二段是什么？我觉得樱花瓣我最感动的歌词是相同的制服上透露着大人的倔强，然后因为我们又穿通常表演的时候，我们就会穿一样的制服，然后就是嗯。唱一唱对对对，泛黄，我们哪件衣服泛黄了？日记哦，书啊，那个是，我忘记了。365还好，比较少。嗯，365会哭吗？对啊，来有一句，很 cute， 林玉，因为每次转个头都会看到林玉的脸。做想做的事情，变喜欢的模样。你说变喜欢的模样，很想哭是不是？文文变不了，怎么那么 sad？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变喜欢的模样。啊，就那边变掉了，也不算，但是。嗯，可能就刚好看到他，就是不太，我不知道，很久之前我就觉得，差不多在那边。嗯。对，我觉得还有那个吧，跟这首歌相处多久的问题，因为365就真的比较少唱一点。家里的。对，家里可能会哭。跟这首歌，因为他不能哭。对对对。没有，他唱完前几句就可以哭了。感觉是，就是要对。365是第一首在 mini con 唱到听到泛泪的歌，真的假的？太好听了，人神共泪。我喜欢那种安静又就是舒服。我觉得夕阳也会哭啊，你会吗？夕阳放慢一点。
现在已经很慢了吧？还要再慢是不是？我每首歌主要是很多人跳舞的那种。对对对。看情况。练习的时候。对，而且最近因为在练西雅的演唱会，然后就很想哭哎。就是每一首歌都很。对，每首歌都很想哭，尤其是对大家大合唱就很想哭啊。没有，但还是很想哭。对，你说犯类是打哈欠吗？好想睡觉，大家听到很想睡。三周年的夕阳，三周年的夕阳是因为接生格啊，还有什么？对啊，三周年的夕阳是因为接发表后吧。夕阳再慢就要唱十分钟，接0.5倍速嘛，太久了吧。我们最长的歌到底是哪一首啊？最长。对啊。樱花瓣。是吗？啊、哦，樱花瓣那么久。哇呜哇呜。哇呜哇。知道。有人会去统计一下我们。失望爱情吗？失望爱情到底多久？哇哇哇哇。嘿。拼图吧，拼图感觉也蛮久。你买好吗？演唱会有推荐买什么位置吗？就买大家想要，然后也有能力的位置，是最好的。又想要又有能力的位置就是好位置。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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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哈基玛丽诺。背哦、oh, ，no 背，拼图感觉很短哦，是哦，忘记了。左边右边有差吗？有啊，左边就是。左边比较近啊，是不是有？其实是有一点点差，这样讲。是不是有一二楼分左右还是左右只有在一楼？一二楼都有左右吧？二楼的话好像还好。嗯。二楼的话，建议买前排。右。哦、右就是左右来说的话，右不错。是哦，为什么？哦，是吗？哦，好像是。偷偷讲。走不好吗？是、哦。走也很好，走的话就是看全貌，就是从。嗯。二楼其实就看得到下面。对。然后一楼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近，就是你知道太近的话反而是远的看不到。对。懂对。但是一楼就是。一楼就看得到，比较清楚人。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陈诗雅，要不然陈诗雅这样子，真想坐一楼。会常用花道，花道是什么？延伸舞台。延伸舞台。长吗？谱。会用到。会用到好像是废话，就一定会用到。少，不少。普通，不多不少。毕竟有嘛，还是得用。对，而且我们也不能浪费那个，不能不能浪费这个地球日，不能浪费舞台。好的舞台，对。然后而且就是说，就是我们也会想要就是跟大家近一点。嗯。但是也是没有每一首都到延伸舞台，毕竟，所以普通。如果是为了看我不重要，请看陈诗雅，请大家买中间的位置。对啊。对啊，就是舞台那么大，还不让我跑够。这一份哎，都看得到啦。这份，而且这是舞台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真的很大，然后所以就通常不是可能一二分三排的话，可能第三排就会通常都看不到，但是因为这次舞台非常的宽，然后又很深，所以第三排基本上还是可以从洞中看到，所以就蛮好的。但我也还没去过那里，对，还没有去彩排过，所以不知道。
一切未定。城市啊，去过了啦，但我有去 Zepp 看过那个啊，我有去 Zepp 看过演唱会，是还没有站上舞台过，有去看过演唱会，好舞台。Zepp 唯一的缺点就是很远，是真的蛮远的。对，我就看七月版跟面面，然后真的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真的是很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演唱会玩，然后大家都要走，然后就叫不到，完全叫不到计程车，然后打电话去那个计程车都忙线中，然后我们就只能非常狼狈的走去，是什么站？幸福站吗？然后走过去就变得很不幸福这样，真的很远。这和第一排是平的吗？我不知什么叫第一排是平的，但是因为七月半那个时候是站席，所以不知道，我还没有看过坐席的 Zepp， 哈，不然就只有我们自己翻了。我就觉得一秒很适合翻日文啊，不觉得一秒有一种日文的感觉？按一个暂停，按一下。一秒，一秒，よくそく。你要听哪一首？卡西。Zepp 一楼是平的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排但是是平的吧？因为站起就都平的。是吗？我不知道他们会架阶梯吗？那么高科技吗？会吗？不知道，要问姐姐。张爸爸。哒哒哒。对 ，Zepp 舞台是很高 ，Zepp 舞台是到最后都看得到啦，但应该不会架那个。为什么？对了。对，你要听什么？太快了。妈妈吧，我有什么想听的？好，你，天乐老师日翻，天乐老师日翻中，天黑中翻日，那真是高估我的能力，那真的是非常。我们把玛格丽特，对，我们玛格丽特有翻日文版。Oh, hand you go, don't you hand you know？ 谢米索的爱的焰火。大家有去五六月的生日会吗？我真的觉得那个布景很好看，很厉害，而且他们的每一个贴纸，还有他们的每个摆饰都跟 TP 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我看到直接赞叹，想说哇，这是怎样？哇，就是看得出来大家的肝在燃烧的一个作品。现在 Miso 的爱的烟火，他们的贴纸就是全部跟。全部都是有哦，还没吗？还有七月，接下来就是七月了，我以为已经七月了，七月过后是刘晓庆的生日会啦。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去年的生日会办得太好了，自己讲，好棒，哇，好棒哦！所以不知道今年会做出什么样的突破。我也觉得我去年的生日会办得太好了，线上应该办得蛮成功的吧？那个网络不顺吗？嗯，网络很顺畅，那很厉害。对啊，对，我们就是那很棒。去了公司玩了两个游戏，公司是松烟。对，哦，那很棒耶。对，松烟大家都听过吧？对，很厉害耶。厉害吧？对啊。哇！而且还要上网。那你们怎么？对，好厉害哦！就是、那蛮好的耶。只有三个人，只有我们，就我跟瑞婷跟林婷。你看，我们三个就是天选之人。狮子座，狮子们，一群狮子，晒小阿公的红玫瑰，然后想今年。
而且每年的生日会想主题就是一个非常烧脑的事情，我们都靠李佳丽。现在小阿公的红玫瑰，今天没什么欲望，什么欲望？就是没什么想做的事情，是吗？没什么想要的东西，就是，不然就是太多，你懂吗？就是也不知道。哦，但我觉得今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是在后台，就是一个新的场地，感觉可以搞新的东西，这个。嗯，因为好像是因为办在后台，所以可以有一些表演之类的。谢谢小阿公的红玫瑰，去年是李佳丽想的吧？去年是我想的吗？不是吧？谢谢 River 的早安抱抱。对啊，我还没有去过新的场地，还蛮期待，因为听说是一个可以玩很多东西的场地，然后听说东西很好吃。蛮想去吃的，好像那里有卖东西啊，后台，我不知道哎、欸，搞不好要求一下，搞不好可以有，时间够的话就会有，可以吗？不知道，我觉得不行，是吗？不知道，我都已经被控了，谢谢。就是，哎、欸，好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嗯哼，就是啊，就很，真的是很累，那天6个小时，嗯，然后经纪人就好像就有请我喝饮料，然后没有，应该是工作人员，我不知道工作人员请我喝饮料，然后经纪姐姐说自己喝糖，看哦 ，rumor 组已经被控糖了，我们还没。门票付问卷点餐，你们应该是不能一起吃吧？还是他们可以吃？你们那个月门票直接多餐点费用？其实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吗？我不知道哎、欸，搞不好其实也不是不行啊。或者带蛋糕进去吃？我们就是公司的就好了。哦，就你们自己带，人间直接举办。哦对耶，哦对啊，你们也不能吃啊，重点是也要戴口罩啊。如果以后不用戴口罩那边。哎、欸，那个有人要回答吗？等一下。哎、欸，那个抽到你了，等一下，还在吃干嘛？急什么？等一下，吃快一点，吃快一点。谢谢小阿公的闪光星星。而且戴口罩也是不能吃辣，消息可以拿下来，还是不太好，毕竟应该也算是一个蛮密闭的空间吧，是吧？后台算密闭，没有，不知道，我没去过。我先吃，你叫别人啦。原来东西已经比我们重要了，太令人难过。吃饭皇帝大，原来是这个问题吗？规则就是拿来打破的，没有错。规则就是拿来打破的。谢谢老帅的爱的烟火。哒哒哒哒哒。要考什么？我有听错吗？我有听错吗？加油！我已经放好久啦。好，你就可以放假了。好，你就可以放假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那个夜市，加油，加油，加油，这样就很棒啊！餐厅也太多皇帝了，对啊，大家都吃饭皇帝大，这种就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要多多给大家一点鼓励，加油！小晴喜欢淘汰狼故事吗？怎么那么突然？而且不是问我，是问小晴，对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淘汰狼？还好哎、欸，我也还好哎、欸。怎么挤？那你喜欢淘汰狼的故事吗？我也不知道，他就有粉丝问。淘汰狼，会脱开的那一个吗？是吧？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小光的闪光星星。加油，可以帮我升加油，加油加油！投胎破开啦，投胎故事是这样，破开的故事，是吧？就是有一天一个老公，我要讲老公公，是爷爷吧？是谁？他们经过了一个竹林，然后听到竹林很有一个声音很吵，然后不是吧？反正就把桃子，那个是《竹取物语》吧？桃子。他们看到一颗桃子飞过去，在水上，他们在洗衣服，对，在河流里面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然后发现是桃子。小公公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桃子从河边流下来，然后呢，那个老婆婆就觉得这一定有什么，她就把它扛回家，然后就把那个桃子破开，然后里面的就死了，就也一起破。其实我小时候就想过这个，就全部这个故事，没有，这次应该是全部都破开。就是卡在中间之后，它就会就是上面撕。可是所以那个桃不是中空的，对啊，那桃子是脆的，还是硬的？不是软的，那就是假的啊。可是童话故事，那就是有人就是做了一个机器，然后把它塞进去，然后把它装作厉害。假装是一个桃子，那是不是虐童？他就是弃婴，你知道吗？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一个桃子，可能就想说他喜欢梦梦，希望有人可以就是好把他变得好看一点，可爱一点。就是说，就是有个妈妈，就是她可能觉得她养不活这个孩子了，所以她很想要有新的，就像那个野猫那种流浪猫这样，就很想要有人捡回去，所以她就把它装饰得很漂亮，然后放在水里面。对，又或者是说有人追杀那个妈妈，所以他就是把他逼不得已赶快做一个，逼不得已赶快花十个小时，然后做一个奇迹。因为做一个桃子的话，那敌人就找不到那个孩子在哪里了。嗯。然后有好心的老婆婆把他拿回家，这样。然后那个桃子其实是有一个机关，就是你只要轻碰它，它就会打开，啪啪对对对对对，里面小孩就不会有事。对对对对，那老婆婆把它拿下来的那一瞬间，它就啪啪了耶，因为它碰到了。因为他碰到他了，是哦，对啊，他们就在，所以他们在河流那个时候就打开了，对不对？嗯，对对对对，是吗？是吧？我知道那个桃子真的太像寿桃了。我们为什么要在故事的开端停留那么久？我们没有要下去的意思。好，他俩的名字都很久。啊，里面有冷气。对，不然小孩子会闷死。对，这个桃太郎是真的有桃太郎，他就是桃太郎，因为他是这个宝宝，所以就老奶奶看到哦，Pickle，你在桃子里面，那就叫你桃太郎。我真的太会取名字了，桃太郎。你说在台湾会被变成小婆块，太可怕了吧。桃子里面三房两厅，还有一个卫浴，真是。还不错。激发那不下犹豫的目光。谢谢 YC 的闪光星星。淘汰狼就会被淘汰，蛮好笑的，蛮好笑的。淘汰狼。好像有这个笑话，对不对？什么羊跟什么什么比赛才会被淘汰，但是狼因为淘汰狼什么之类的。哈，真是太幽默了，大家。参加了什么比赛？一片金黄，你要忘。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像花叶，跳开唱。谢谢 Pat 的掌声鼓励跟 kiss 啾啾。我就觉得这首歌跟平衡 center 很棒，就是很他。谢谢 Pat 的掌声鼓励。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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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跟什么比赛？然后淘汰狼，狼错了吗？莫名其妙，你知道羊跟牛比赛谁最后被淘汰吗？还是狼？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够可怜。赛跑。那我最后呀，跨了，因为输掉了。啊，跨哦，嗯，好，跨了，跨了嘛，不错。对啊，跨了，不错，好，蛮好的，蛮好的。为什么？什么意思？下一片金黄，眺望，细数此刻和过往，尽管泪在淌，继续勇敢向前闯。对啊，看这刘海都开心。憧憬紧握在手掌，大月高挂，文案不知不觉爬上了床。夜的形状，一万个衣服，璀璨的谎言。为什么？对啊，我们那时候我跟林医生，他们说下一张单曲才可以开始卷，现在就是第二天就可以卷。对啊，我们升格的机制有做到越来越好，就是我们升格获得的东西最近变得非常快，这样。这肩膀重新开始闪亮。甘露变成日常，啥东西？比如说卷头发、染头发也是。然后还有什么？对，就之类的，卷头发、染头发。对，发饰，发饰也是下次的商演就可以用发饰。但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我好像其实有很多的演出，就是有关疫苗。约好的演出，为什么很多次都没有发射？原因是因为还没挑到一个适合的，就是因为剩下他们有多做很多发射，但是呢，有点微妙，就大家觉得有点微妙，就是太大吧，就是很大的发射，很浮夸，然后就有点不适合我的发型，就很微妙，所以我就是一直到最近的逢甲大学才第一次配了我一秒一秒约好的发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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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来听什么呢？来听这首。谢老沙的无尾熊。昨天跟我一家演出组，把个 GT48 的歌，嗯哼，我们还是没看懂歌词。对对对，大家如果有人有看懂歌词的话，欢迎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 NGT 的，欸，是一专欸。就是有一种暧昧感，暧昧感。本来就有多做，因为，哎，亮应该是什么？正式生的亮，是吗？因为大家看，像我们的公式照，就是正式生，他们也有配法式，没错。所以就是本来就会多做蛮多发饰，他还多做了几个五六个之类的，但剩下基本上都是发带跟很大的发夹。谢谢 YC 的浪挪星，跟小妖光的闪光星星，谢谢。你升格后还有跳过一秒吗？就是有啊，还有那个啊。座谈会，校园座谈会，那时候也是因为还是很危险，而且重点是我每次只要穿疫苗的制服，就升格后穿疫苗的制服，然后都会有人来问，就是要不要就是帮我配法式，但是怎么配怎么怪，然后所以每次到最后都会放弃，就像
那个什么，哎，节能节约用电那个拍那个照的那个时候，原本也是有要配法式，但是呢也是因为很怪，所以就后来就也没配法式。元宵，元宵生了呀，元宵有法式了呀。元宵是，但元宵是穿夕阳的衣服。谢谢 Rever 的闪光星星。元宵配的法式是夕阳的。但元宵那时候是因为阿潘三，三单，因为我是穿阿潘的，然后阿潘三单的时候还没升格，所以他那个时候也还没配法式，所以就到我元宵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配了法式这样子。谢谢乌鱼的无尾熊。元宵不是二月吗？是吗？之类的。谢谢 River 的闪光星星。只要看到有法式就是升格后。原本研究生的选拔都会做法式，不会吧？不会啊，是会多做，但是我们的法式，不知道我们的法式是为了我们的发型做的吗？是吗？就感觉是做了很多，然后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看再怎么配，对。就他不是说，对，就不是说，你这个发式，你这个发型，所以我特别帮你做一个什么发式，是他可能做了五个发夹，然后五个发带什么之类的，然后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然后当场配给你这样子。对，他不是为了你去做，是他做好了然后再去挑。谢谢乌鱼的你最闪亮。法法来看是不是？法法回家了。嗯。谢老沙的你最闪亮，自己挑，不是自己挑吧？姐姐，但对，就是造型师。哒哒哒哒哒，对，所以如果有人看懂这首歌的歌词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觉得偏文言，算文言吗？不知道，就是有点不懂，就觉得它意境很美，它是非常美的意境，但是可能太漂亮了，然后就有点看不懂。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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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棒棒棒，叭叭叭叭叭叭。谢小光的你最闪亮，跟 Julian 的你最闪亮，感谢谁？感谢谁呀？都谁呀？雷公妹呀，是吗？雷公妹啊！雷公妹啊！雷公妹啊！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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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网络上。有吗？会有，我们是知道中文歌词，就是中文歌词有翻了，但是我们是看不懂中文歌词在讲什么。对，我们知道歌词讲什么，但是我们看不懂他想。他的故事跟他想要表达什么，他想知道。对，因为他不知道，因为现在很多歌是用什么爱情去包装，所以就想说他有没有更深的一层含义，还是他的含义就真的是表面那样？但就算因为看不懂，对，就算是表面那样的话，还是还是有点。不可能，他都已经要清不清了，不可能，不可能，他一定有故事，相信他。不然就是一定有一个概念嘛。对。这个不要跟那个雪中红一样，让我困扰。雪中红是真的没概念，你知道吗？没有，他有那个故事在啊。他说，你说他的故事是他点错餐吗？不是，他那首歌还是有故事。他说雪中红是因为他送错餐，没有，是他的，对，他来源他送错餐，他就是等一下，怎样你查到是不是？不是，我在看他歌词，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分开了，然后有个男生跟一个不确定，反正就是一对人他分开了，他这个情侣他分开了，然后就是有点像。前男友的那个，反正就是他分开了，然后他还在想，就是上一段。我偷卡嘞，对对对，然后他就说，
这样就是虽然分开了，我不怪你，你不怪我，但是呢，他但是呢，就是，但是还是在想的一个故事，对吧？你懂吗？就是很难过。就是摩托卡嘞。对啊，但副歌跟那个都无关。那不是雪中红。对啊，副歌跟主歌是不是没有？那是血在流。晚安大家，那是雷公妹啊，居然没有人去解释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人解释是因为大家都看不懂，对吧？有啊有啊，我找到了。你说哪一个？他说不是耶，笑死。我看一下，你说雪中红的还是 NGT 的？他说那不是雪中红的灵感取自1991年发行台语歌《雪中红》。歌曲描述着一对恋人迫于环境而分手。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只有玫瑰雪中红”，我的意思，我想意思是，玫瑰不是能在冬天里生长的花，但它却坚毅地活着，等待着那不可能有的感情，显示着他对这份感情的执着。在谢和弦的版本，歌词更加悲情，这已经不只是雪中红，而是血在流啊。他想那么多吗？我说谢和弦，他想那么多吗？解释这个，啊，对，他还解释，对，同谋打击，有吧？差不多，他很会写。这谁？这是谁？这是谁解释的？这个是乔许的不专业乐评。谁？他居然也解释，很厉害的人。前辈，乔许，乔许老师，谢谢老师，好帮我们解答困扰很久的。做人，对，做艺人要谦虚一点。没有，我是问号啊，我说是谁？对，对啊，谁？哪位老师？哪位老师？谢谢老师，谢老师帮我们解答。最喜欢超音，我们来超音一下，一秒一秒约好如何？一秒一秒约好如何超音呢？超音，超音就是过度解读。就是原著、啊，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原著，来，我来念一下给我们的。没有，但是那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是超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要，对，没有要这样子，但是。请问网上有一定有的吧？有那么不红吗？但一秒一秒约好也是一个，一秒一秒约好超好。一秒一秒约好也是一个用爱情去包装的一个故事。他很爱情，他就是用爱情去包装。那除了这个之外，就除了我们还可以超一什么？我们的对啊，我们的故事连接跟这首歌的故事连接之外，不然还有怎么解读？没了，还有什么歌可以超一呢？嗯。哦，勇往直前的车祸说，车祸，对啊，你有听过吗？就是勇往直前，就是那个乘着，哎，勇往直前歌词说，副歌，卸下行囊，留意的每个，啦啦啦，什么的蜿蜒，不要听，不要唱歌。是不是主歌啊？哦，曾走过的蜿蜒，曾走过的蜿蜒，回首的瞬间，就是曾走过的蜿蜒，就是那个车非常的弯弯曲曲，然后呢，就不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然后回首的瞬间，就是回首，然后只剩风依然轻轻的吹，然后已经倒地就没了，对。然后呢，这是第一段嘛？别人在叫哇哇哇！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哇哦！哎，我们要看那个勇往直前的歌词，我才能哎，你帮我打，我不会打，我不会用你的键盘。勇往直前，我说我直接。
我要先做个声明，就是以下内容纯属玩笑，请勿认真，希望大家不要认真。对，跟你解释一下，就是呢，前面这一段呢是所谓的就是发生事故的视角，就是他说咬紧牙关不妥也出发吧，就是他就出发了嘛，对。然后前面就是一个他跟他的算女朋友、就是、朋友的一个，他准备要出门，然后他一边想着他朋友的那些事情，没错，他的小事。然后他在回想，你知道有跑马灯了，他已经有跑马灯。然后最后一页吗？对。然后他耍着帅说再见，就是跟这个世界 say goodbye， 对，新的世界，没错。这已经不准谁退却了。然后呢，这个是他已经结束了嘛？然后大家有懂吗？大家没有看在那个？没有，但是因为我讲过，大家懂。然后这个是没了吧？没有，就是。前面这一段是他的视角，然后后面的第二段主歌就是那个他朋友的视角，对，就是你始终不离不弃，就是说，对，这一段啦，这一段主歌，这一段副歌是他朋友视角，就是这最后的道别，尽管没有你在身边，就是你已经离开了，然后我好久不见嘛，然后但是我一个人也能够面对，然后已经分开了就朝，然后已经分开了就朝各自的终点各自去冒险，就虽然你不在了，但是天空依然连绵着一片，然后启程的号角就是。其实号角就是过世的时候，不是会吹一些号角，对。他重新出发。对，然后对，就重复这样子。Okay. 对，以上纯属玩笑，请勿认真，谢谢大家。我们来抄一下一秒越来越好。谢谢姚茉莉的无尾熊，和瑞生的粉玫瑰。又白雪公主。现在我们就没有歌词。真假的？真的耶。天哪！我们居然没有歌，我们是不是要建议一下，就是把歌词放上去？我最喜欢直接按下面的歌词，应该可以边听。对啊。就是那个一个宝宝诞生的故事。就是。就是他那个备胎。把自己封，然后就很像，你要想象一下，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上帝把我那个封，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怀里，就是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熟悉的味道，幸福感就把叫妈妈，就在妈妈的怀里这样充饱，约一秒一秒约好约好那个生的时间，一秒一秒抓牢抓牢就是。Yeah. 然后爸爸就是爸爸在哪里？爸爸嘞，爸爸爸爸嘞，爸爸爸爸爸爸嘞。因为他先找到妈妈，然后他说：“哦，爸爸嘞，爸爸爸爸有泪眼。”爸爸嘞，再说，这样他生出来了。对对，就是妈妈妈妈。像你温柔温柔妈妈温柔的笑这样子，真的就是因为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是眼睛不太张得开，所以就希望就是张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妈妈，可以看到他希望不光悄悄的梦到，对，也就对，张开眼睛就能够看到，就是对对对，因为什么，真的说拜拜太快了吧，他已经要说拜拜了吗？拜拜说大家应该是那个奶嘴了哦，还有他的玩具。我总觉得这首歌也很恐怖啊，我突然觉得就是当朋友是不是婴儿吗？不是，我说已经有人，如果是有人就是出了意外的话，这首歌也很可怕，就是你要从主歌开始，然后以为没什么大不了才轻易将拜拜说的潦草，就是他们可能以为只是短暂的分开，但是殊不知就已经是永远，然后陪我躲猫猫，你有看过一个很感人的影片，就是可能我看过一个很感人的影片，就是那影片是他爸爸好像有罹患什么病，然后他就练习跟他的女儿玩躲猫猫，
然后就是越躲越长，然后就是躲到对，有一天他就不见了。他说我这是跟你玩一个躲猫猫哦，然后他就永远不见了，这样子。然后那个女儿长大就说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出来这样子，然后就很感人。哇，这是可怕的故事。这是婴儿吗？猜你的嘴型，猜你的嘴型，因为婴儿听不懂。你还在婴儿吗？对，回到婴儿。进入你进入新世界吗？我回到婴儿了，就是婴儿在猜你的嘴型，因为他听不懂在讲什么。我现在在破解你，我在想说，他如果没有一个结局的话，就可以破解你这个意外结局。对啊，这边不行了啦。好像对，好像是哪个广告，我忘记了。反正之前，但这大概是我国小的影片，就是我小时候超爱看这种很感人的广告。哦，就是因为听不懂，听不懂。对，我知道他很对我很好，但是我听不懂，就觉得遥不可及。听得见体贴的叮咛，却遥不可及。答应一起接受，希望赶快等我长大。哇！总有一天，外的风景就无边无际。慢慢聊一秒，就是慢慢一秒一秒是等。慢慢聊一秒，就是慢慢一秒一秒是等他长大。对，就是一秒一秒过。好累耶！我跑去躲猫猫。哈哈哈哈哈！我下去，以为这样都受不了。其实早已不输羊睡不着，就是对他睡不着。对，所以他才会就是婴儿嘛，晚上就会吵，就一直哭闹。对，他被叼着又不让他，我觉得这一句让被叼着。妈妈说让我睡觉。这次不让你考，我觉得应该是跟爸爸说的话。哦，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一次他可能有一两爸爸，对对对，当陪我躲猫，这只有两句是跟爸爸说的，都在找爸爸。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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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不让，不要再让爸爸逃了，这样一秒一秒抓牢。猜你的嘴型，听不懂。对，就是等他长大，然后珍惜着慢慢。对对 对, 对, 对，幸福专属的味道。就是烘烤，因为妈妈做菜、那个、哦，对对，之类的。做菜做菜。微焦，微焦。就是、在骂妈妈。你怎么煮菜？还煮到微焦？微焦，然后就这时候就怎么样？还给我就找爸爸，爸爸。煮的菜，我不要吃妈妈的，妈妈煮的都围焦。围焦我要吃爸爸，爸爸，爸爸，我找爸爸了，就快要沉不住气。对啊，因为真的是有点焦，就很着急。爸爸在哪里？做这件事情真的很甜蜜，很认真，但是他煮焦了。他放的爱越多，这个东西就越焦。一边练习就煮菜嘛，对，总有一天就是会希望可以一如往昔，就是之前煮的名字好吃的，对对对，最近怎么突然变焦了？怎么会这样？好的好的，哎，爸爸怎么到最后还在找爸爸？芭蕾耶耶，爸在哪？芭蕾。希望就是这首歌以后除了一秒的时间过了之后呢，以后可以成为就是妈妈育婴歌曲，对。爸爸，确定不是婴儿很喜欢的爸爸爸。还不错。那是找爸爸的时候。爸爸之歌，找爸爸，爸爸爸爸嘞，爸爸爸爸嘞，哎，我觉得不错哎，哎，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哇呜呜，好爱哦。很棒哎，我觉得蛮好的。我也觉得蛮好的，就跟那个可以啊，会变成一样的流行语。比啦比啦可以、啊、我刚才想说可以呀、啊、是什么歌可以呀、啊、妈妈不会走菜要找爸爸就设定最近哪个动画该不会是间谍加加走之歌等一下间谍加加走超意还好我大了睡一颗泡泡把自己打包对这边可以不用哦有欸看到了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哎、那个厂商然后看着那个安呀看到你自己然后回头看然后就会看到他们温柔的笑对对对以为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他们以后会躲猫猫才轻易讲的对啊安不是在就是他们在玩游戏间谍游戏对对对对
好，拜不下去。听得见体贴叮咛，但他其实听就知道都是假的。对，就是，而且因为他是用超能力，对，所以他其实就知道，对，他讲的是，因为他是靠近才可以听到他体贴叮咛，因为他靠近才可以使用超能力。哦，然后其实他因为他还是小孩，所以他希望可以跟他一起牵手逛风景，真是棒。没有，他没有睡不着的问题。微焦微焦，妈妈妈妈微焦，好，差不多，好棒哦！十月 OP 的这支手了，要不要推荐一下？好啊，怎么推荐？快点，大家帮我们推荐一下，就这首让它上去好吗？妈妈，对，中文版主题曲就决定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爸爸嘞，最近有没有新的留言？大家快去留言，大家快去留说，是什么间谍加加球？巨蟹 AB 型什么意思？太丑太丑旅伴吗？啊，间谍加加酒不是就是黄昏一开始也是靠大的资料在找，他可能想留下这个资料，懂吗？一秒。思雅，思雅。哎、欸，我要关了耶！第一名是谁？小阿光，小阿光交作业吗？我现在念个排名，小阿光可以想一下。第一名是小阿光 ，Coquetry 走，谢谢小阿光 ，Coquetry 走。第二名是维 ，Coquetry 走，谢谢维 ，Coquetry 走。第三名是 Miso，Coquetry 走，谢谢 Miso，Coquetry 走。第四名是 Pat，Coquetry 走，谢谢 Pat，Coquetry 走。第五名是普拉斯 ，Coquetry 走，谢谢普拉斯 ，Coquetry 走。第六名是 CKUMK，Coquetry 走，谢谢 CKUMK，Coquetry 走。第七名是 River，Coquetry 走，谢谢 River，Coquetry 走。第八名是 YC，Coquetry 走，谢谢 YC，Coquetry 走。第九名是丑到分手 ，Coquetry 走，谢谢丑到分手 ，Coquetry 走。第十名是博云 ，Coquetry 走，谢谢博云 ，Coquetry 走。第十一名是老沙 ，Coquetry 走，谢谢老沙 ，Coquetry 走。第十二名是切换，哎，竹轮 ，Coquetry 走，谢谢竹轮 ，Coquetry 走。第十三名是科技玉 ，Coquetry 走，谢谢科技玉 ，Coquetry 走。第四名是秋日红 ，Coquetry 走，谢谢秋日红 ，Coquetry 走。第十五名是夜空 Sky，Coquetry 走，谢谢夜空 Sky，Coquetry 走。然后礼拜三是火鸡汤台，大家可以投稿。几点？几点？八点。要来吗？那个。想说啥？谢谢老沙掌声鼓励。小刚有什么奖励吗？没事。怎样？我不行，我不在。为什么？我在，我在，我在，我在。哦，不在，我不在。你到底在不在？我不在。你为什么要玩弄我的感情？你要去外面哦。对。爸爸爸爸爸爸。我早上有直播。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啊、哦，好啊，我的 catchphrase， 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绰号嘉义王，哎，大家好，我是 AKB48TP， 来自嘉义绰号嘉义王的王一佳，一个字形容我锵，两个字形容我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耶！那熊妹，就每次讲 catchphrase 都要先 cue 熊妹，熊妹想说什么？爸爸没有半夜吧？他十一点啊，十一点算半夜吗？谢谢 YC 的掌声鼓励，跟乌雪 Kids QQ 跟小刚的掌声鼓励。这次的主题是，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火锅料？谢谢 Plus 的掌声鼓励，耶、yeah, ！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我下次的。直播时间是礼拜三的晚上八点，然后是火鸡汤台，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然后也可以投稿，可以投稿哟。我们来播一首歌当做我们的结尾。嗨嗨，我们的结尾要是什么歌呢？你吃完了吗？我吃完了耶。你吃完了吗？我吃很久了，很饱耶。但是你的饭没有吃完。我吃不完，我吃不完，我很饱。这不是雪中红吗？我还不要。为什么你不喜欢听？这不是雪中红。你不喜欢这首歌？因为它让我困惑很
那让我来。可以啊，你来可以啊。可以啊，米兰的呀，呀。嗨。嗨。大家拜拜。你手机要放晚安，乌云肌肉饭晚安，普拉斯肌肉饭晚安，帕特肌肉饭晚安，那不是鞋，同一首歌吧 ？YC 肌肉饭晚安，再跟着先萌新哥肌肉饭晚安，日本肌肉饭晚安，仰望肌肉饭晚安，古早古早喂喂喂喂 A 肌肉饭晚安，小光肌肉饭晚安，杨凯军肌肉饭晚安，九蛋肌肉饭晚安，阿纯肌肉饭晚安，老沙肌肉饭晚安。CKOMK 交饭晚安，乌宇交饭晚安，一晨交饭晚安，李猴子交饭晚安，勇哥交饭晚安，灰鼠交饭晚安，朱里恩肌肉饭晚安 ，YC 交饭晚安，屁啦啦，对大家记得要这礼拜五的晚上五点可以留下你们的时间，可以打开你的公式台语台。冲一下收视率，大家快点帮我冲收视率！但是请不要只有接我很胖的图，拜托，真的是很肿哎！我想说怎么可以那么肿？对，但是也有比较不肿的时候，就是有肿也有不肿，就是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接不肿的时候，大家不要接我很肿，真的很肿，我看到都哭了。谢谢老师的掌声鼓励。会晚上六点，晚上六点好像是网路吧，网路重播是吗？你有电视的也可以看网路，但是有电视的话可以看电视哦，就可以帮玩家冲一下玩家的收视率，谢谢大家。滴啦滴啦，看呀。再看，对，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重，但是不要，对，不要接，真的很重。我先帮大家打实际强心针，就是真的很重，就是很可怕。这是小妖怪的红玫瑰 ，tonight。但是是一个看了会觉得蛮轻松的一个，就大家放轻松去看，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节目，就是。跟着小朋友去体验农家，然后就是很臭臭臭臭的感觉，蛮好的，臭臭感。耶耶，皮拉皮拉克呀，真的很肿，然后眼睛又很小，就因为前天哭过，然后就眼睛又很小，然后就小时候怎么可以肿成这样，吓死人。晚安啦，皮拉皮拉克呀。好啦，大家晚安啦，礼拜三见。